着每一秒的心跳，梦想开启讯号，推翻不安和困扰，快乐的电报一定会按时收到，努力不需要大声放肆宣告，成绩会分享，偶尔的绊脚是懈怠的警告，我虚心受教，一起疯一起狂一起跳，青春在燃烧，生命有眼泪有微笑更美妙，幸福在号召，我不怕跌倒，不怕生死等着，心无惧不恼，用最合适的力道和引力单挑，你我才会做骄傲，我不怕跌倒，不怕生死等着，心无惧不恼，用最合适的力道和引力单挑，你我才会做骄傲。校长做出决定了，他再也不是蓝天中学的学生，他被开除了。校长，我有急事找你。这样，校长。快点讲，请你给珍惜一个机会。这件事等一下再讲。我是他的金元老师，现在不说，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真的，这件事等一下再讲。我不会放掉机会的。你知不知道，一个屁就能坏事了？我不管。你不给他机会，我就不让你进去。陈曦犯的过错太严重了，我一定要开除他的。校长，历史。啊！我就痛他24小时。明天早上上课铃声响前，我要看他悔过书。悔过书？没有悔过书，他就接受开除。OK。小春，你真是天才，找到对的时间和小张谈判了。陈曦这个臭小子，看我不好好修理你啊！走，明星想见你。哎呀，你们不要这样，他会怕的。Sorry， 来，我们拍张照吧。你们认为在这张照片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三个美女，还有只有一点点帅的帅哥。No no no， 你知道我在这张照片会看到什么吗？你看到什么？我看到。朋友哦，可是美心，你把他当朋友，他不一定这样想。真的吗？除非 你要干嘛？除非你请我们吃东西，而且要好吃的，越大方表示你越看重。哦，好啊，听者有份，对不对？我们只请同学，不请老师，国辉，对不对？嗯，不欢迎老师。哇，太直接了，内伤啊！老师，你上来这里干什么？问得好，我上来这里熟悉学校的环境呢、啊。这里的视野这么好，要是有人从上面丢东西捉弄人的话，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对不对？要上课了，我们走吧。国辉，你还欠我一样东西。什么？那天我被你害得一身痒，你说这笔账我该怎么跟你算？学生这么整老师，你说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是他无药可救，还是他另有苦衷？
是他胆小如鼠，还是他胆大包天？我该把他看成是将来的男子汉。喂，真的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吗？对不起，徐老师，我是被逼的。我知道，我只是要你亲口说出来。是美心逼你的吗？老师，你不要再问了，我真的不想说。不要动，不看清楚自己的退路是很危险的。那跟你说重点，真正的朋友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而不是威胁你去做坏事。记住我的话，朋友。是晨曦吗？我是陈主任，明天早上叫你的父母来学校见校长。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我在干什么。shit the love， 我死逼，我就是不要见你乐乐。哎，这个也 OK。这个时候你还躲在这里看漫画？躲？我没有躲啊，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晨曦就要被开除了，你还有心情看这么幼稚的东西？一定是没有看过这本漫画，它一点都不幼稚。不信的话你自己看，我割爱先借给你好不好？跟你说话浪费时间。夏老师，夏老师，放轻松。晨曦现在的情况你还要我放轻松？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你听说过吧？你为什么我先说，等一下你帮我代课，我有事要做。去哪里啊？ Hello， 我去找晨曦啊。找到他之后呢？劝他上课啊。他会听你的？做好过什么都不做。别白费心机，我是他的老师，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学生就不配当老师。要不要打个赌？我有办法解决问题。你要我相信你啊？相信你就真的没希望了。带我的课。哇，好霸道哦。哇，好怕哦。大家好，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大家先坐下吧。老师，干嘛？太好了，终于有人觉得我不是空气了。为什么是你来教我们？觉得我教不好华文课吗？看样子是这样哦。好，这节课我们就不用课本。啊？不用课本要怎么上课？许先生吗？谢谢。老师，那是什么？是不是吃的？还是炸弹？哇，炸弹嘞！再快一点！算你们还有想象力。这是我从台湾新鲜空运过来的漫画，来分给大家。老师，上课的
的时候给我们看漫画。大家不喜欢吗？喜欢。这些漫画将是我们这节课的课本，等一下读完之后我们一起讨论情节，然后做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徐老师，肖老师是不是生病了？哦，肖老师啊，他去找晨曦了。晨曦在蓝天中学的日子只剩下24小时了，因为这是校长给他的最后通牒。闹出人命了，开门啊，彩叔，我是春丽啊。哎呀，我是肖老师啊，开门啊。肖老师你来了。我进来了。好。晨曦在里面吗？是啊，他在里面，我看他比较听你的话。老师啊，你帮我叫他出来，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他。你冷静一点。我已经很冷静了。臭小子，你出不出来啊？我试试看啊。晨曦，你出来吧，老师有话要跟你说。我没那么笨，被你们骗，他想打死我。啊，不会的，老师在这里，老师会保护你的。我才不信。老师一定会保护你的。啊，才叔，你站得那么靠近，连我都怕，你先出去一下子 ，please。好了，既然老师都说 please 了。我就给你面子，我先出去了。安全了，可以出来了。我没有骗你，校长愿意原谅你，可是上课钟声响之前，你一定要交出一份悔过书。你臭小子！你写不写啊？我不写。不写是吗？不写我打到你写。我都没错，要写什么？你没写会被学校踢出来啊。踢就踢。你还说你被踢出来你就没有前途了。你没有读书你要像我这样啊，每天扫地是吗？扫地有什么不好？好，我打死你这个不长进的臭垃圾。啊，才叔，你冷静一点。老师，你给我让开。你让开。臭垃圾。老师，晨曦不是垃圾，他是我的学生。对不起，对不起啊！臭小子，老师啊，我去拿药酒，我去拿药酒。喂，阿咪，啊，你又要加班了？哦，我为自己去世了。嗯，啊，喂，妈咪，喂，阿咪，光辉跑那么快要去哪里？你怕我们是不是？沦落到
青兰跟学校读书，那种垃圾学校，有没有每天晚上做噩梦啊？咦，不要跑。喂。哎呦，妈咪，我们怕。我原本是快接班学生，现在变成垃圾。不要再碰垃圾啦，等一下还要洗手呢。朋友们，打扰一下，连垃圾都分不清楚，快接班同学的 IQ 也不过如此嘛。蓝天中学虽然是邻里学校，但绝对不是垃圾。你是谁？国辉的老师。知不知道你们三个犯了校规？跟旧同学讲话也有犯规吗？讲话没有犯规，叙旧也没有，问题就出在你们穿着校服进出电玩中心，证据已经被我拍下来，只是忘问你的名字。帅哥美女，尊姓大名啊？哎，不要走啊，给个机会让我拍特写嘛。你什么态度跟老师说话的？一点家教也没有？你爸爸妈妈没有教你吗？你们一起会被学校踢出来啊。你不读书要像我这样整天扫地是不是？我打死你这个不长进的臭垃圾。冲上去，冲上去。陈曦不是垃圾，他是我的学生。坐坐，哎呀！你在这里干什么？明知故问。邵老师，我的事你别管，悔过书我是不会写的。我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我决定了的事也很少会改变的。哇，我们很像哎，你知道吗？看到你就像看到以前的我。老师，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不是说样子，而且我长得比你好看。我是说叛逆指数，你绝对是100分。说够了没有？我还没说到重点呢。你知道吗？叛逆指数高的人会吃很多苦，而且会做错很多决定，就像以前的我。所以我不要你跟我一样啊。你去哪里啊？喂，你到底想干什么？哇，终于肯理我了。刚才被人家那么恶意重伤，心里一定很难受吧？不过再难受也没有被冤枉的滋味好受。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你还可以继续念书，可是晨曦就不一样了，他马上就会失去读书的机会，以后会更被人看不起的。你不要再说了。妈，春丽，你回来啦！哎，你干什么呀？你看不出来我在跳舞吗？是啊，你受了什么刺激啊？你当然是受到刺激了。乐乐，志玲姐，你们，我有一个大发现，我们家族的武林高手乐乐是真人不露馅。哎呦，志玲姐，你太夸张了。不夸张不夸张，你刚才教的那几招我研究起豆腐料理来更加有灵感。哎呦，你赶紧抓住机会跟他多写几招，你融会跳舞，魅力会加分。东西烧焦了。啊，我的豆腐。你妈真的太有趣了。哎，她跟我说她的最大乐就是研究豆腐料理。女儿没有妈妈的活力、啊、我警告你，我妈只是赞你几句，你休想吃她豆腐。是，
心情不好是吧？肚子饿不饿？不饿。身体是最诚实的。那。真不明白，妈干嘛对你那么好？你嫉妒啊？你先讲话。对了，你见到晨曦了没？嗯。还剩不到六个小时，上课钟一响，我就会失去一个学生。你要相信奇迹。什么奇迹？学校钟坏了不会响啊。哦，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哎，你忘记我们的打赌了？你真的有办法？好，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帮晨曦，你我做什么都可以。给你，时间它是很有个性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它，它都不会停止向前走的。无论是贫富贵贱，大人或者小孩，大家都同样的拥有相等的24小时的。只要你好好的利用它，就能改变很多事情的。只要你还有时间，就表示还有很多机会。只要还有时间，就有机会了。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上好。好什么好？奇迹呢？在哪里？哇，你昨晚睡得不好。看出来。脸带黑沉，眼色暗淡，印堂发黑。我不像你，学生要被停学了，还可以睡得那么香。老师。妈妈，你终于来了。太好了，裴国书呢？是你写的吗？那个不重要，是见校长。哎，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哇，这么多啊，重写。你疯了，你私了不是悔过书，是他的前途啊。他的前途不能由这张纸来决定。你根本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是你妈要吵啊，要上课了。上课来不及了，快点走，快点啊。
陈琦真的知道错了，他也写了悔过书，他真的愿意改过的。那悔过书呢？喏、嗯，你耍我吗？陈琦真的有写悔过书，是徐老师撕掉的。没错，是我把他撕掉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陈曦不是当事人。不是他还会是谁呀、啊、对不起，时间到了，从现在开始陈曦不是蓝天行。校长，那天的事是我做的。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在你安心睡觉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道歉啊？干嘛跟你道歉？不是跟我，是陈曦。不用说了，事情解决就 OK 了。做错事就要承认错误，对不起，都怪我让你被冤枉了。你要打我的话，我不会还手的。好啊。校长呢，只是要你接受辅导，已经很好了，以后不要再犯了。谢谢老师。哎，不要忘了交你们的漫画阅读报告啊。知道了。什么漫画报告？哦，那天代课。你代我的课，叫我的学生看漫画，你做了坐老师的那么敷衍塞责。哎，肖老师，你不是要提交改善体操部的建议书吗？做好了没有？哦，忘记了。哎呦，你太敷衍了，再联络。是敷衍色泽。校长，校长，对吕国辉的惩罚只是辅导而已啊。是这样没错。嗯，但是这样的惩罚会不会太轻了点啊？就因为他是李国辉，所以对他的惩罚可不可以轻举妄动的？他后台很厉害吗？不过我查过他家庭背景，没有什么特别啊，很普通啊。普通的家庭也有不普通的孩子的。嗯，他是从名校快捷班转过来到 D 班唯一一个高材生，有他在，年底的考试成绩会提升 ，KPI 会好看一点的。哦 ，KPI 啊。要不是为了学校的 KPI， 为了蓝天中学的校誉，我也不会那么头痛。说到头痛，我还真的有点头痛了。如果是肖春丽的事，校长，你要再忍耐多一天。为什么？三天的限期嘛，明天见底了。如果肖老师再交不出改善体操部的基本班，明天我们宣布体操队解散，这样可以挫挫他的锐气，也可以塞进摆，让学校所有的老师不敢不服从你校长的指令。我要你知道，我这么做绝对不是针对个人，是为了提升学校的 KPI， 为了学校着想的。我要你牢记这一点，啊！绝对明白，绝对明白。各位老师，体操队到目前为止虽然没得过奖，可是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比其他人更相信努力的力量何可贵。难道不是这样吗？陈老师，啊，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说过，体操队会更加努力，我和体操队的同学们一定是说到做到。可是这当中就需要各位老师的支持，你们只需要抽出一点点时间。陈老师，你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对吗？我负责的课外活动人手不足啊，我有心无力，有心无力。好，
师。我听主任说很快就会有一个代课老师来，说不定他对体操有兴趣，也有可能是体操人才，到时他就可以帮到你了。是啊，我们的体操细胞有限，应该换换心血啊，明天会更好。你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对不起，反应太大了。校长说过，我们都是泰坦尼克上的人，我们同一艘船上，就应该同舟共济。有一天，如果你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支持你们的。这里都是体操队的不同事项，你们认为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得上忙，就在旁边打勾。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呢、啊。肖老师，哇，挺好啦。什么事？校长要我放学后去辅导李国辉，刚好我家里有事，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啊、哦，当然，我帮你。真的，我做事你放心。谢谢你，这个我填了再交回给你。OK， 谢谢。喂，吴先生，那个房子你先帮我留着。嗯，哇。嗨。嗨。老师，你的眼睛不舒服吗？对白错了，你应该说，老师，你戴墨镜很漂亮，很有型，很酷。嗯。还是我戴墨镜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我不是不舒服。真的吗？嗯。给你戴。啊。给个面子嘛，那。OK。可以拿下来了。你不希望我戴墨镜面对你，你心里的墨镜也要拿下来。这一刻我不是老师，你也不是学生，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随便聊聊天，可不可以啊？嗯，可以。哈？可以。谢谢你把我当朋友。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了是你把科室门关起来，是你把强力胶涂在地上，涂在门上，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也很难过。原来你那么讨厌我。不是的，老师，老师，对不起，你要怎么样处罚我都行，我知道错了。这一刻我不是老师。我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我，你很重视朋友，很渴望友情，对吗？刚才你其实不想戴墨镜，可是怕我生气，还是勉强自己戴了。那天发生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喂，要和我们做朋友吗？嗯。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只要你敢把那个人锁在教室门外，我们就算你。那个人是谁？肖春丽。啊？你敢不敢？哎呦，胆小鬼啊！以后全世界都会把你当成谁说我不敢？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我明白，我明白。老师，你要打我、罚我都行，我真的不想被同学们当成是空气。可是我以前想错了，是徐老师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今天早上才会去找校长的。哎，徐老师跟你说什么？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我不会说的。怎么了？上华文课就无精打采的。华文课很闷，而且很难。昨晚看球赛啦。老师，你怎么知道？哎，老师，你是 support 利物浦还是乔西？既然你们那么喜欢看比赛，我今天就让你们比赛。比赛什么？需要去运动场吗？不需要，就在这里。你们比赛成语接龙、同音谐音都可以，哪一组接的越长，哪一组就赢。你们分两组吧。哎，老师，您那有没有奖品？当然有，我会给你们提神醒脑的零食。哇，老师，提神醒脑这句成语就在今天的课文里。没错，所以提神醒脑就是你们的第一句成语，开始吧。提神醒脑。匪夷所思，长长久久，九冬一毛，毛手毛脚喽。四如虹，我怦然心醒。还有，谢怀清，你为什么没有写？体操队就要关闭了，你还做这么多无谓的练习干嘛？你的身手还可以，不过排球队也未必会收留你哦。不要以为你不说话就可以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你的队员差不多都来跟我求情说要加入排球队，体操部就要解散了，你就别白费心机啦。体操部是不会解散的，我一定会让他继续下去。凭你？你别忘了你是扫把星，去到哪里哪里就倒霉。以前你在排球队，排球队就一直输球，你一走排球队就开始赢球，现在你来到体操队，体操部就要关闭。体操队是不会关闭的，美心，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同学。这些话不是我说的，全校都知道燕是扫把星，他的爸爸就是被他克死的。够了，你这些话也太过分了吧。老师，我想退出体操队。为什么？我不想体操部关闭。我也一样。我怕体操队因为我……喂，猜猜这是谁？小猪罗志祥。错，再给你一次机会。像 Shiny the Key。是罗马尼亚体操皇后 Nadia Comăneci。 哦，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她是我的偶像。为什么是她？在她成名之前，她受过很多挫折。九岁那年参加比赛，十秒之内在平衡木上摔了三次，可是她都没有放弃，也没有理会别人的冷嘲热讽，她继续努力追求自己理想。最后他成了第一位在奥运会体操比赛中得到满分的运动员，是名副其实的体操皇后。抬起头看上面，看到什么？天空。
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很辽阔？天那么大，人都显得渺小。天空底下，没有谁有能耐克死谁，也没有谁有能耐把谁的命运变坏。就因为你我他都太渺小。老师，既然那么渺小，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不想体操队结束，就要有行动。喂，我们是练体操的，不是打篮球的，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OK， 走吧。肖春丽，有那么多老师支持你，一定没问题的。老师，你的建议书提到要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观摩赛啊。嗯，有观摩赛就等于学生有良性竞争的目标和对象，这样他们可以展现自己实力，也可以激发他们接受更多的挑战。包装要花钱啊，增加预算了。如果只是经费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扩大观摩赛的规模，然后找商家赞助。要商家赞助也要看你的体操队有没有得过奖啊。是啊，曾经剩下小猫两三只了，观摩赛不笑死人了。你的建议书就只有这些吗？建议书上有其他建议，也有创意。可是很多老师也认为应该保留体操队，还有他们也愿意不定时的下来帮忙。有谁这么认为的？还是你们认为学校应该把它有限的资源放在有竞争优势的课外活动上面？当然是支持校长的决定啊。那其他老师呢？有没有同意校长的决定？我同意。为了学校着想，我看你还是放弃体操队吧。再说，这也是大家的决定。好，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位老师愿意听你的话，或许我还可以改变主意的。Please. 你再 please 也没有用了。既然大家都没有表示，那我宣布，体操队。哎，对不起大家，我迟到了。校长，我支持肖老师。是提出了一个大胆又创新的建议，在体操里面加入跳绳的元素。啊？哎，建议书里面没有提到啊。哦，你们看的是肖老师的初稿。肖老师，对不起，我把你的资料打印错了，你真正的修订版本在这里。但是跳绳不列入教育部规定的 CCA 里边。没错，即使成立了，学生也拿不到 CCA 的分数。那就没意义了。卖点就在这里。要提高学校的形象，必须大胆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推动这项运动，起到标杆的作用，那全新加坡的学校对我们蓝天中学就会刮目相看。同时，这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学校的 KPI。校长，这样做太冒险了。肖老师，你有信心吗？我会帮助肖老师完成这个任务。
需要多少个学员呢？最少4个，但是目前你体操队只剩下2个成员哦。我们一定会在短时间里面招收到足够的成员。好，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们3天的时间招收你们学员，我得给你们个机会。不过，如果你们做不到的话，体操队就走入历史吧。相信